四大国际社团之一的国际赛主会伫咧台湾有超过40,000名赛友，服务范围按即个中华到南投的国际赛主会300第三区总监甲行政团队嘛来正式宣誓就职。新任的总监是由李春志接任，助理总监是由前中华管理员吴玉宽等人接下职务。服务范围包括南投甲彰化国际赛主会300第三区新古镇总监正式交接。虽然赛主会伫咧台湾有超过40,000名赛友，过去真努力咧做服务，煞无都互全世界人看到。伫咧国际总会顶个协助之下，成立台湾第二个复合区，会当延伸扩大服务能量。完成第三区创区的任务，那我们这个会员数增长以外，分会数也增长了10个分会哈。那我们的 LCF 的捐款也成为全世界副区里面的第一名，这一些都有赖于全体师友每一个人一点一滴一块的这个捐书，让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第一名。接下新任总监的李春贵表示，新的行政团队除了会继续增进团队的服务工作以外，也将规划更多的社会公益工作。我们在一个礼拜以前发动，捐到国外，目前只有一个礼拜就募集到400多万，所以说今天的捐款就高达500万的捐款来造福彰化市。那这是我们应该，当然最后以师为重，以师为傲，没有这些师友，没有他们的付出，没有今天。所以最后的一个单元，我会为师友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茶席，甚至歌唱，有好几部曲，我们在陆陆续续的。简单隆重的新古镇总监交接，也有全新的行政团队也来宣誓就职，包括进前担任助理总监的官员吴玉宽也来加入行政团队，提升台湾赛友为全球人道服务的能量。大专新闻，中向中华，彩虹报道。